溪溪的流域面积中有 89% 属于山地地形，由于气候上周年有雨，所以水源充沛，不虞匮乏。在这水源滋养丰富的层峦叠翠里，拥有从热带、亚热带、暖温带到凉温带的植物，可以说是一个高度压缩的生态环境。其中所孕育的生物更是物种繁多，奇异度高，尤其是在人为干扰较少的深山峻谷中，至今仍然保留了许多特殊的物种，成就了这里原始且珍贵的生态特色。这些生物们千百年来就在这仿佛世外桃源的人间仙境和谐共处，生长茁壮，代代繁衍。